政府为着要推广设施作多样化栽植的选择，以及媒合通路商来采买，日前和农友栽公司来合作办理新品种优质果果的发表会。整个的种植里面，如果市面上同款的物件拢真多，相对来讲，价格就一定不会太好。如果碰到丰收的时候，大量的东西出来，那依照市场的经济逻辑，原本价格就不会太好。所以怎么样去寻找有特殊的、有差异性的，这个市场上可接受的，那我想这样产品的价格就可以保证不至于跟同种类的竞争而造成价格上的一些问题。现牛庄中发表六种的新品种，希望能透过多品项的开发推荐，邀请同路商和农业生产者来做结合，好设施农业会当更加发展。卡蜜拉呢是今天我们的主角，它的优点是在嘉义县政府这边，嘉义县这个地方呢是九月十月就开始播种，哦，那采收，从播种到采收大概九十天。那它的特点是在于卡蜜拉呢，它的糖度可以到14到18度，哦，那另外的它的风味呢是有一个焦糖的这个香味，哦，香味。那很特别呢，它呢也耐除运，哦，它非常耐除运，哦，这个对我们通路商来讲的话呢，是非常风险是非常低的，非常低的。提供这个新品种哈密瓜栽的农友公司总经理宋云宏讲，这个欧若拉新品种将来可能上架时间较长，才适合推荐农友来种植，含通路商来采买。台阳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